世界好像是一串梨、嗯、我都说了十一月就是清唱了，现在十二月了嘛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记不记得？你记不记得？是香梨啱啱啫，我話咗我年初同你講啊，年初同你講啊，十一月就清場啦嘛。點解有乞衣人嚟啊？而家十二月啦嘛，唔俾快過一年唔俾快嘅，冇嘅你先慢慢清曬場。谢谢。